杜鹃姑娘。任大哥。杜鹃姑娘，到底怎么了？任大哥，我让人给糟蹋了。什么？谁干的？是皇协军的情报队长袁二水。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想到这里来，可是神父又不肯收留。没关系，我和这里的神父吕西安有交情，我帮你说情。古旅长为了救我也被他们抓走了。啊说，九十三师团情报队来人了，说要把顾大章押回师部去，十一军特高课要亲自审问。顾大章，四万小走运，要不老子非扒他皮了！呸！据查，伪三师师部前天晚上曾经爆发一场小规模枪战，有人被俘。会不会是大厂？我们正在通过内线调查，顾旅长手中掌握着本师密码和所有布防情况，为防万一，请师长早做应急准备。大哥，喂，大厂，大哥，你怎么？兄弟违抗军令，擅自前往荆州报死仇，实受悲辙，险些误了大事，请大哥处罚。哎，大长，大长，起来，起来！大长，这事儿不能完全怪你。那天要不是我让你暂缓接小杜鹃来洪湖，小杜鹃不会负气远走荆州，就不会铸成今日之作。好好休息一下，今早返回部队吧。谢谢大哥。顾旅长，你是如何脱险的？如何妥协，还不是因为小杜鹃舍身相救。师长，杜鹃姑娘为了救我，不惜委身于长江工作站任一鸣，任一鸣巧死包扎，我才死里逃生啊。看来这个杜鹃姑娘是个有情有义的奇女子。她在那儿，我要把她接到洪湖来。晚了，师长。他说他身子不干净，要终老江湖，让我另在家人。魏兄，葛铁嘴不在荆州，我等他两天还不见他回来。啊，不过我在荆州救了128旅的旅长顾大章。顾大章，他怎么会在荆州？他女友被人强暴，他去寻仇，不小心又落入了敌手。当时情况紧急，我又念都是抗日军人的份上，所以就出手帮了一把。但我没来得及请示，我不知道这事儿我办的是否得当。那顾大章呢？回洪湖了。他女朋友是谁啊？被谁强暴了？就是那个唱花鼓戏的杜鹃姑娘，被伪三师的情报队队长袁二水强暴了。魏兄，这个事儿我做的是不是不太好啊？啊，哦，你做的对，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啊，
们说什么？长江工作站中有人有投敌嫌疑？内奸和日本间谍联络的地点都已被我掌握，就在荆州教堂。上次长江工作站策反史维远不成，估计就是内奸作祟。你们有没有什么怀疑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此人是长江工作站高层人物。你们有什么对策？我们准备派出一支精锐突击队，由李副官带队潜入荆州，在教堂附近埋伏，等长江工作站人出现一并抓获。好，不管此事涉及到谁，职务有多高，都要严惩不贷。是。许处长跟日本人有勾结？你说什么？你说他和日本人有勾结？不但是日本人，和重庆方面许处长也有勾连。此事当真？联络地点就在荆州教堂。这个女子真是翅膀长硬了，这种行为绝不能姑息。大长，还是辛苦你一趟，你带着井干人马潜入荆州，看准时机，把易处还有跟他有勾结的那几个人马全部抓回来。是。既然九头鸟要确凿的证据，这件事情就全权交给你办。无论涉及到谁，一定要捉拿归案。是。一定要抓活的，我要亲自审讯。嘿。江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十一军特高科九头鸟情报组大岛真子少佐。沈父，我知道他们只是借用你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只要你发誓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否则立刻让你去见上帝。好，我发誓对你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枪放下。你竟敢在上帝面前发假誓？我从不在上帝面前发假誓。你没看见我现在就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吗？许处长，副长，我奉死长之命抓获与日本间谍案中勾结之徒。什么日本祭典？我在教堂做义工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搜一搜就知道了。三，thank you.
怎么又来了一伙抓日本间谍的？好像是国军。停火，撤。或许我的命运中有一个魔咒，它让我永远不会被亲人信任。间谍最痛苦的是主义和天良的撕扯。间谍不能有感情，可是谁能让间谍不动心呢？是我出卖你们，要不然我不会在这儿。没人相信你的鬼话，你在这儿是因为你还有后生，你还有阴谋。把枪放下，放下。你也把枪放下。既然没有当场抓住武队长，我为什么要相信你？都是那个神父，我请师团长下令，由武先明亲手枪毙他。好，我可以满足你。谢谢师团长。荒木大佐是被你刺死的。荒木大佐的身份已暴露，他为了不影响工作，也是为了让我得到敌人的信任，所以再三对我下令让我对他下手。这是荒木大佐的手令，请师团长过目。这些做间谍的真是不可思议。你是怎么知道教堂是他们的接头地点呢？
我在洪湖有一个朋友，听他说918师的情报处长在教堂当义工，所以我起了疑心。在这里和亲人在一起，到那面和上帝在一起，都一样的，都一样的，都一样的。天国见。人赃俱获，许处长有什么好说的？是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背叛你，更不能说是背叛国家。哼，不但和重庆方面有染，还和魏子憨简称兄道弟，这还不是背叛吗？那只是交易，我这是为大局考虑。怪不得上次让你处决吴显明，吴显明死而复活，这也是交易吧。师长，情报工作有自己的规则，您不能就此判断徐一树对国家不忠。那是你们间谍自己的规矩。所谓军，不但我不承认，日本人也不承认，他们不是派兵攻打了教堂吗？你自己说，你该如何处置？师长，义出抗日保国之本意，苍天可见。南丽说，应该就地正法。我念在你为我死，鞍前马后立过许多功劳的份上，死罪免除。你走吧。师长，走吧走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你不是说抗日报国吗？离开918师一样抗日。姑父，你还不走是吧？等我改变主意吗？徐处长，你还是快走吧，免得死仗一怒可没人救得了你。这枪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临别礼物吧，好自为之。没有抓到长江工作站的通缉人员，不知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日本人也去抓人，现场十分的混乱，最终是一场混战。但是据武林中尉反映，魏耀阳撕毁万站党留下的重要遗物，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么张处长，你的意思呢？先将魏耀阳停职。姑娘，魏兄，常德保卫战已经打响了。你忘了，我已经被停职了。我是在向我自己的兄长通报消息，不是在向特派员汇报。
你有急事，大长。长将古多赞上次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现在第十一军正在全力围攻旧战区的国军。血浓于水啊，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大长，我要把四部推进到建立，指挥全师，在日本人的背后干他一家伙，也算是围魏救赵吧，借常德之危呀、啊！啊，你的部队离建立最近。现在常德被日本鬼子围困了近十日，危在旦夕啊！我希望你首先打响。师长，把老辈儿全拼上去，为国军卖命，是否值得？不是为了国军，是为了国家。执行吧。我限你十二时之内打响。是。顾大章的一二八旅已经开始向禁卫师团第二旅团留守的第三联队驻地迂回穿插。那日军的第三联队有没有什么反应？目前还没什么反应。看样子房师长这回要有大动作，他这是不惜血本，要为国军火中举力。你说呢，吴中尉？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凡是抗日的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没想到吴中尉还有这样的认识。你以为呢？如果不是我同情房静斋，那些密码能保得住吗？你以为我真把万重山衣服上的那些字母忘了？别忘了，过目不忘是密码专家的基本技能。你放心，如果我想泄露，还用等到现在吗？说吧，怎么助他一臂之力？谁说我要帮房静斋？我只是感叹而已。我看你真得改名叫杨耀卫了。好吧，是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房锦斋，行了吧？真是管欲弦也断呐！我得走了，就快到师长规定的大响时间了。杜鹃，你先回去，打完这一仗，要是我不死，我再找你。你觉得这一仗胜负如何？明摆着有去无回，可谁让咱是军人，师长已经下令，就是死路也得走啊。要是有条活路，你走不走？什么？到皇协军当师长。你说什么？我说让你投靠皇军。你到底什么人？我是十一军特高科九头鸟情报组少佐情报员，代号百灵鸟。怎么，夫妻恩情都不顾了？顾旅长，我敢跟你公开身份，自然就不怕你掏枪。你摸摸贴身口袋的那本电台密码，在还不在？在我们缠绵的时候，早就被我偷出来转移了。现在你们九幺八师的密码，皇军已经完全掌握，这仗你还怎么打？就算你不投靠皇军，密码外泄是多大的罪过？房静斋饶得了你吗？司长，许处长回来了。许一处，老子不是把他撵走了吗？他跑回来干什么？许处长说有重要情况向司长汇报，在四部等你。哼，什么？你说什么？
幺二八率极大的三个小时就擅自停火了。是。这个顾大长肯定是为了保存实力，我亲自到他那儿去督战。师长，你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顾大长他投敌了。什么？他的军队现在已经被编成了黄学军第九师，正准备投入对常德国军的进攻。你个王八蛋！喝点药吧。一出啊，顾大长叛变，把我九幺八师逼上了绝路。我们若不披上了本儿，拖住禁卫师团的后腿，那还有脸面对晋初的父老？可是，师长，你是在为全师官兵的后路担心吗？是啊，这顾大长一叛变，我是电台密码。日军已经了如指掌，我们现在除了保持静默别无他法。可是战端一开，各旅各团只能各自为战，上号怎么处理？残兵退往何处？这些都让我难以释怀呀。师长，有人可以替我们安排后路。谁？方师长，老哥。方师长，我代表新四军陈毅代军长、新四军五师李先念师长，欢迎贵部战火车往鄂豫皖李先念师长辖区进行休整。什么呀？你是共产党？那就好了，只要能为我九幺八幸存的弟兄们找到出路，我老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初，你代表我九幺八师随老哥前往苏区，拜会李先念师长，接洽我师残部收容之事。我老方要把九幺师阵地变成禁卫的当阳桥，让他寸步难行。是。据我站可靠情报，九幺八师自顾旅叛变之后，现已与新四军五师达成协议，主力部队已放弃洪湖，撤往鄂豫皖地区。魏耀阳向六战区情报处谎称九幺八师已经准备撤离，他知道战区高层那个内奸一定会将这个情报透露给日方。他通过摩斯密码通知许一初已经用假情报迷惑了敌人，九幺八师定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参谋长，命令第三联队留守荆州，其余部队即刻启程开往江南，准备参加常德会战。师团长，房敬斋的部队正在往监利运动。房敬斋的一个旅已经倒戈了，第三十六师团在这侧后虎视眈眈。难道房敬斋会放弃他的洪湖老巢，赶往荆州，替重庆军跟我们决战吗？
所以我断定他会死守洪湖。派往监利的只不过是小股部队，其目的是要扰乱我们的视线。报师团长，我刚刚从洪湖侦查回来。房建斋的部队有什么动向？他们正在到处粉刷标语，要与洪湖共存亡。可是他们大部队正在秘密的调动，不明去向。疑兵之计，这说明房建斋要跑。师团长，恩师内线消息，房建斋的大部队已经放弃洪湖，撤往鄂豫皖投新四军去了。好，这说明三十六师团将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洪湖。衡山军长已经下达命令，估计三十六师团此刻正开往洪湖。参谋长，命令第一联队、第二联队即刻启程，骑兵连队、炮兵连队跟随师团部跟进。是。是怎么回事？子章要请您前线，他要把死部推进到简历去。师长。啊，一处。由于顾大长的叛变，四十军就是散团没有了后顾之忧，正准备出兵江南参战。这样一来，势必给江南的国军雪上加霜啊。对此事我难辞其咎啊。为了负起应有的责任，我九幺八师就是战的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拖住九三师团，不让他增兵江南。师长，建立地势平坦，无险可依，我军又没有重武器，在局势上极其不利呀。我一决。那我愿意同师长共赴沙场。你胡闹，你以为你的使命就这么轻松吗？这一仗下来，那九幺八师势必不再存在，洪湖势必易手。如果没有人来收拢我师的伤兵残旅，你让我如何安心对敌呀？快去换衣服吧，去你该去的地方。能为全师官兵安排好后路，就是你的最大功劳。是。司长，部队已经集合完毕，